看看新闻网。昨日李嘉欣被邀请出席香港某电视台的育儿节目当嘉宾，不过已是育儿之母的她坚称自己未能掌握教子技巧，平时靠平和的沟通方式来引导小孩学习。至于时下流行的学前教育，李嘉欣也表示也有让小孩入读一段时间，希望他可以从中学习到独立以及合群，因为他觉得儿子的个性有些粘人，不过很像自己，比较倔强。我他是比较黏着我比较多，因为我就是带他的时间比较长，而且我陪他玩，所以他现在会觉得常常要我抱这样子。不过李嘉欣也表示自己不会再生第二胎，因为他根本没有体力和耐力再去分心照顾另一个小朋友了。